刷一千块钱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跳到晚上都跳不完。幺八八一个的话，太狠了。实话啊，幺八八一个的话，就跳到一千块钱，真的跳到晚上。是的耶，这里你跳一下要。他说你跳，你什么一起跳跳的话，真的来你啊！你怂了？我吗？有人不到我挤挤。他们再有人不到一个，说他再补点，兄弟们再凑一凑。就是补谁？补他行不行？就补其他人可以一可你补吗，小哥？啊？刷到刷到还要坐地起价，你说耶？我没有，那上面确实太。一个不，一个我腿太痛了，哥。就是有大哥，有个大哥想放樱花补大嘴，没有。我吃瓜哥说的想弄大嘴放樱花，他说的是你票。想弄大嘴，你写写他大哥打了这几个字的。是说了的。我说一，大家你是不是啊？老黄，你贵儿在叫，我没有叫啊。他一直在用棒子指挥狗哥，他飘的。那我这个一哥帮我那天叫你来陪我。丫头妹妹那天如果说我两个看不到的我肯定要这个呀，我等了哈嘛，我拉票嘛，兄弟们你给我机会嘛，你能兄弟们，我们为的是什么？我们直播是创造什么？创造是 GTP 对不对？你就说接不，老黄你接不，你接不噻，要不吧，我主要是我接，我哪个都没搞完的嘛，你接我肯定接噻，要不吧，接嘛，我这个跳完了再接那个啊，我一样一样的来噻，那不能说这个噻，对不对？欢迎空号哥，我这个都没跳完我接那个噻，接嘛，我急反正我怕啥子吗？接嘛，我肯定接啊，幺八八。我先跳这个的啊，我差不多的个两个高度，幺八八，我的两个高度差不多。你他妈吹牛皮我！我才六六一下，大哥。要不对票走你呢？啊，快去！啊，你他好飘啊，吃瓜哥。拼那个忙。嗯。啊！我靠！快点走！幺八四四。哎，你兄弟们帮帮我！他想快点搞完，他想复仇。给我找个队友啊，大哥大姐们。抄完你这个，哎，我这个怎么讲了？欢迎夏哥哥姐，原地上下，他，我这样怎么讲了？他是原地上下也。我不是从上面跳下来的吗？他是从上面跳下来又跳回去的。对呀、啊，二壮哥，我这样快一些不行了、啊。我只是下来上来的时候我撑了一下手，二楼上一楼下十楼山十二都是二楼上的，就是原地上下，是的，没有，我都是跳上去了的，跳到二楼上面的皇上上最幺八八那个嘛。